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四平大胖。上我老丈人家去，去接我老丈人去，来喝两顿来。我老丈人在家就，这秋收挺辛苦的，好好给安排安排伙食啊，活帮干不上啊，安排伙食我还行啊，先给老丈人给拿点东西给送去。来，媳妇儿，来装上，来，鹅肝肠、鹅胗、芥子。小萝卜，老丈人回家喝酒，这不就有菜了吗？月饼，还有脆枣。老丈人在家喝酒，这不又有菜了吗？老丈人自己腌的酸菜还没下来呢，然后这个还整点面条，啊，各种面条。这不老丈人早晨早餐不就有着落了吗？听，哎，你这么一说，老丈母娘一早都是借光吃的。老丈母娘她喝吗？这不又是给老丈人安排的吗？哎呀，现在是凌晨5点，天还没亮呢，接老丈人去。孩子结婚这一年也没说起这么大早回过家呀。起这么大早处对象前就没这么早啊？有，刚结婚前咋没有呢？这么早冬天没有上早市了。7点来钟就回去了，那时候没有车。现在是5点，现在是5点回去的。那时候有，刚结婚前有。我没啥印象。今天真挺暖和呀。回家呀。10分钟下高速，就是快。现在几点亮天？5:50。5:50天没亮呢，没亮透呢。好像得6点亮天，我看，是不是？再过10分钟指定就亮了。就亮了。哎呀，这小树林子又来了。这小树林子叶子光秃秃啊。那可不光秃秃，到时候了。哎呀，真像冬天了啊。过两天你看，再飘点雪花。真像冬天了。这还不管，那还等待何时啊？哎呦，看这大树烫吗？是不是这树叶子掉的太有感觉了？看看稻垫的怎么样啊？这应该行，因为咋的呢？这个秋收。哎呀，我的天！一会儿查查去。你让老头起的早不早？太早了。哎呀，咋样？找不着？找不着？哈哈哈哈。那你要盖房子啊？不行。拿东西。哎呀妈呀！不老少的。红酒吧。红酒吧。哈哈哈有酒有菜呀。这可你确实可扯的，我的妈。那里头是肉，你赶紧拿回来，没化呢，估计都。往出拎，往出拎。哎呀，小猫咪，小猫咪，你看，晃它一下子。看看老头这园子，这园子里头啥也没有了，还有点大葱、干巴葱。这边呢，大苞米，10多个呢。滚头拿去吧！那不行，我还来呢，我又不是不来了，拿两捆够吃得了呗。再拿一捆吧。不拿了，你过两天还来。哎，装车。妥了，大葱 OK， 又给装这些土豆子，我的天哪！行了，啥也不要了，别的啥也不要了，别的不吃。
这回大葱有的是了，大葱又自由了，两捆大葱，四颗大白菜，一袋土豆子，一袋萝卜，妥活。这回亮天了吧？才亮天。6:30。6:30。早上喝两杯吧。喝到那儿啊，吃完饭还能喝点儿，看看吧。到那块儿就开喝，一天喝两顿，一顿喝两杯。啊，说相声会啊，媳妇儿。啥不会？这酸菜够不？不够这还有。不够再来一袋。够了啊，你差一半就行了，媳妇儿。还得剁剁呢。切点葱花，抓紧吃，着急。这老太太自己在家带的面，一瞅你和面不行啊。赶紧自己在家和和面带来。那家里那是买现在小瓶的粉，那不会吧？啊，小瓶不会使啊。捏不住。啊，捏不住。谁捏不住？啊。啊，昨晚上半夜12点降的骨头啊，应该是烂乎了啊。哎呀，这大饺子，这和馅子下手了，这属于明显这肉多酸菜少啊。行啊。行，干吧。不如剪一剪，太长了。不也焯一下了吗？对呀，开水烫一下，不用焯。我媳妇儿擀皮儿技术不错呀，能攻上不？攻上点儿，还整着些呢。啊，你看看，有两下子，嘴哇哇的，我的妈！这哇哇开，熟了熟了。没肉哈？真能肉。还得买这个，不能吃买的饺子。这饺子也不小啊！就买点尝尝的葱，就是跟咱家那大葱不是一个品种，不是一个味儿。现在腊八这再剪一遍。嗯。这是用上嘴才剪的事儿。那你老头来，高低得整个热乎的。啊，走。也不是说谁想干啥的就能干。哎呀，这早餐也行啊，包饺子，早上起来吃饺子。这我昨晚12点降的骨头，我配点小菜。是不是得喝点啊？喝点吧。那给我接了不喝点？我来，上酒。大主子，马上啊！马上吧，你就给我接来了。哎呀，我也收完收了。哎，又吃顿饺，改个馋。我告诉你，太行了，把瓶吧，那就。把瓶吧。嗯。来来来，买上。整一口，又一个多月了没给我接来了，来、啊、来，这是赶，这是没说、我这姑子闺女啊，来来，整一口，孝顺。哎呀，来先包个饺子，哎呦，来呀，真有劲儿。和面又拿啥嘞？先尝尝饺子，看鲜水不水的。嗯，酸菜肉的，尝尝吧。哎呦，这是肉多。我就爱吃肉的，你整水现在没肉，你吃点啥用？哎呦，真肉真多啊。好吃，嗯，好吃，这小虾吃好几天了，嗯，炸挺好啊，你必须的，大火腿，嗯，来火腿肠，嗯，给张妈来，这是最香的，赶紧的吧，吃吧，你尝尝我这个爱心酱骨头，后半夜12点酱的，没见过的，整个顺溜的，啥呀，都热开的，嗯，热乎了，整个顺溜的，老太太，嗯，徐辣啊，是不是徐辣？是，哎，来吃吃。别剩啊，下顿不吃它。嗯，下顿还有更硬的呢。呵呵，这一顿吃，一月这那这这么整一回，我的妈呀，这还了得了？没事，喝一口吧。嗯，整一口。就是我的姑子闺女啊、就是对这个老人呐，嗯，够意思。哎呀，你这老人也行，老人也够意思。嗯。哎呀，嗯嗯，喝一杯啊、哦。喂，又给我接来了啊！我今儿我反正没活了，跟哪干两下。你知道我那啥，我那个看你的苞米长势挺好，那个我准备给你盖个别墅，然后呢？你用我钱？我不用你钱，你那个就是那个这苞米卖了，完了我在前边扣个游泳池，扣个游泳池，完了夏天咱俩洗澡。洗澡养鱼。行不行？苞米钱扣个游泳池行不行？行，别墅钱我收。够了。行不行？4万多块钱，5万来块钱，来，是不是？能干一下子？那干了。干一下就干一下。我的妈，这是白的。白的是。行啊。
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我拿俩钱你给我建设建设，我也挺高兴，啊、干点啥的。那啊，谢谢了，谢谢了，就是。嗯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这，你给我张罗就行啊！我就是怕有钱吧花不出去，跟你说。是啊。那还没说。那我这个盖个别墅啊，行不行？起个二层小楼。对，完了啊，建。白的不喝了啊！又换啤的啊！你太猛了，这谁能跟你整了啊？你说。但是我告诉你声爸啊，这啤酒那个你没喝过啊，你这啤酒。这就是的，喝点啤。有点劲儿大啊！喝点啤的。你这上来，你说我这个就要点苞米钱，扣个游泳池，你给我干一杯，这谁能受得了？那个住房子别墅盖完了，装修你看看还能不能再给维持点儿？维持点儿呗？那你给存款折给他取了去？没有，装修我还有存折呢。有，那没点儿的把我干这一年，那能行吗？哎呀，没有喝，你别哥不得了。对，你这盖别墅呢，来喝一口吧，干了。你就打喝酒就打你，就那我就算数的了。哎呦我天，喝完酒打出来都算数不？算酒说话不算数。哎呀，就又起一杯，你这话是，纯扯的吗？这不是吗？这着急我就陪不好老头了。原来我都不喝了，就是这段。我昨天晚上，三吹六哨的，我都说了，我说。要给你拿下。拿不下，这拿不下啊！拿不下。我这两天干活吧，这段不干了，缓过来了。啊。对，要真干累活，你真能给我拿下。嗯，是啊。就说这多少来？那，哎呀，拿不下。嗯。我容易让老头给我拿下了，你说咋的？早上我起太早了，对，接老头呗。人家起早就起惯了，平时你俩是回家早就起来。哎呀妈呀，农村就这样。为啥到还得住不惯呢？嫌起太晚是不是？嗯，哎，住惯就不住不惯呀，跟老姑不愿意盖别墅吗？对不对？盖别墅，盖一住就好。嗯。我看老头没喝高，你是喝高，还盖别墅。嗯，跟哪有钱盖别墅？没事，老太太有存折呢。我这句话我听明白了。看你有好几套别墅。嗯，干这些年买点存折不就完了吗？嗯、是吧？我还不知道存折啥样呢。嗯、啊，那一张纸就是那个存款折不认得啊。没看出来。嗯，来，这个干不干了？哎呀，那你说了算。那干了，干就干了。哎呀，干完了之后，我连上广场溜溜去啊！行，来，哎，行，嗯嗯。